大家好，呢度系星期二日报，今日系2021年8月22号星期日，一个唔开心嘅星期日。我谂大家都知今日发生咩事噶啦。大埔嘅街坊，好啦，开始啊。今朝早大埔港福道发生夺命车祸，一架的士铲上安全岛，意外造成一死九伤。据多条事发片段显示，当时马路嘅红绿灯显示为红灯，路人如常横过马路。但系肇事市区嘅的士未有停车，反而绕过前车直铲行人路。咁有目击者就话咧，途人帮忙抬车救人嗰阵咧，司机都仲系坐喺车度。落车之后，先斯斯然着翻对鞋。咁多謝大埔街坊。我收到最新嘅消息，当中有一个大肚婆呢，佢入咗 ICU， 就盆骨爆裂啦，嗰个大肚婆。咁希望个细嘅保得住，希望母子平安啦。咁有个细路仔呢，嗰四岁，好似系四岁嘅细路仔啦，就冇咩嘢嘅，冇咩事，轻伤。咁祝大家平安啦！今日7月15啊，都其实都系算系大埔啊。今朝早10点几咧，一架私家车沿新娘潭路往大埔方向行驶，当驶至近下坳停车场对开嘅时候，疑似咧有电单车停泊喺行车路边，咁私家车就收慢啦。点知尾随一架黑色电单车，疑似收制不及，撞向私家车车尾，继而失控越过对面行车线，再撞迎面驶至嘅另一辆蓝色电单车。越线嘅电单车嘅铁骑士昏迷，送院不治。被撞嘅60岁姓黄铁骑士亦都受伤送院。即系收制不及，嗰架电单车就嗰个司机死咗。咁另外嗰个就应该都系轻伤啊。咁我谂网上都好多片段噶啦，大家要睇就我谂搵搵啦。我呢度费事播啦。今日7月15，又新娘潭又大埔，唔知大埔发生咩事啊？唉，同埋我有少少忠告。真系想玩车嘅咧，玩四个辘好过玩两个辘好多嘅。你始终你两个辘一撞一跌就系好，系咪先？你大家应该明白我讲咩啦？四个辘始终安全过两个辘嘅。喺度，希望死者屋企人都唔好咁伤心啊！咁兩單致死嘅車禍呢，我講到呢度，出面所有新聞媒體都鋪天蓋地咁報導㗎啦。咩片啊、WhatsApp 群啊、息怒群啊，我諗大家一定有得睇，網上亦都好多片段。咁我喺度就多謝超過20位街坊抬起架的士救出傷者啦，唔似大陸人咁冷血。你大家睇到好多片啦，大陸人有啲死咗跌咗喺地嘅，無人問津嘅。多謝香港人，多謝咁多位街坊。都係今日嘅上晝啦，有班記者喺灣仔街頭行走嘅時候，期間聽到街道有嘈吵聲，其後發現一個男子被4、5个軍裝警員制服，期間有掙扎，警員其後將嗰個男子按喺地上之後帶上警車，男子口部流血，被帶上警車期間同警員被帶上警車期間同警員爭論不休，亦都有反抗。咁記者喺過程中一直喺行人路拍攝，警員冇問、冇查問，亦都冇表明身份。咁正當男子被帶上警車嘅時候咧，記者就準備離去，期間咧聽到有警員就話：就係呢啲垃圾記者啊！記者回望嘅時候咧，只見到兩名衝鋒隊警長在場。記者其後追問邊個講出相關嘅言論，其中一名警長就冇理到，只係叫記者唔好阻住差人做嘢。其後兩人嘅上司一個高級督察到場，佢落車之後即命令一個軍裝警員
開住肩上嘅鏡頭，即係差佬嗰啲鏡頭啊，聲稱鏡頭可以俾記者冷靜。屌你老母，記者不嬲都好冷靜啊！並指如果有咩需要咧，有咩需要幫忙咧，並且指出咧，如果冇咩需要幫忙咧，記者就立即走啦，叫記者走佬啊！咁 PPLP 就回覆。今朝早9:23喺洛克道道路至交界，以藏毒拉咗一個男人，期間男人涉嫌襲警，嘴部有傷。其後救護車到場，就列作襲警案。你 PPLP 都冇交代點樣對記者？哎呀，記者你錄唔錄到聲啊？邊間㗎？屌！咁呢單嘢我，不過而家警方都係不嬲話我哋黑記啦，係嘛？一定有報應啊！咁奧運羽毛球混雙四強組合，鄧俊文謝影雪今朝早就出席 Viu TV 嘅活動，同 Moa 早前約下戰書嘅，今朝早咧就喺麥花臣球場場館度切磋羽毛球啦。咁除咗打羽毛球之外咧 ，Viu TV 咧亦都安排劇集《男排女將》演員人氣男團伊華。一同進行排球訓練，咁鄭雪就話咧，相信最近出席嘅連串活動對羽毛球運動有正面影響，俾年輕人見到運動員唔只係訓練，都可以有其他精彩嘅表現。咁啊，以我所知啊，鄭雪好似係唔知邊個個 fans 喎，咁啊好啦，咁啊同佢哋打到波啊，打波啊，其次啊，打卡先係最緊要啊。特首林鄭任內最後一份嘅施政報告咧，10月就會發表。佢今朝早就出席施政報告公眾諮詢會，多名市民都係關注最主要嘅啦，我哋香港人房屋土地問題。咁林鄭就話咧，唔少市民珍惜郊野公園，佢唔願意開發有關土地。佢強調政府已經多管齊下增加土地供應。包括填海、收宗定業、舊區重建等等，佢指政府咧有足夠嘅土地，但係需要加快建屋嘅速度，壓縮規劃、收地等程序。青年發展方面咧，林鄭就話：雖然希望青年留港發展，但係面對住8000万人口嘅大灣區，認為啲青年冇理由放過機會啊！咁佢都幫到大灣區 sell 嘢啊！好嘢，好嘢。咁林鄭咧，亦都提到關於消費券嘅嘢啊。咁有市民希望政府出年都繼續派消費券。咁林鄭回應：派消費券涉及好多公帑，需要考慮香港嘅財政情況同埋香港嘅經濟。咁有校長咧就好想俾跨境學童盡早翻香港翻學。咁林鄭話咧，會要求教育局研究，即係冇答過呢個問題，全部兩條問題都等於冇答咁滯。講單琴日新聞啦，一個賊佬琴日凌晨就扮乘客喺九龍灣宏光道就截咗一架的士，期間不斷以接朋友為由，指示的士司機去唔同嘅地點。最後當的士司機到達人流較少嘅觀塘偉業街嘅時候咧，就攞把刀出嚟嚇司機話打劫，咁啊攞咗500蚊就走咗佬，咁咧交俾秀茂坪嘅重案組做喎，咁呢啲重案組一做得佢都好都衰噶啦，咁啊好快就拉咗啦呢個29歲嘅男人。咁啊，呢個男人喺警方嘅警戒下咧，承認因為急需金錢所以搶劫，並使用嗰把30米嘅利刀犯案。咁消息就報道咧，消息就話咧，疑犯又係因為賭啊，好似嗰個咩掹雞打死自己個差佬咁啊，因為賭博以致債台高築，目前仍被扣查。咁啊，警方呼籲的士司機，如果不幸遇上打劫犯咧，就應該避免不必要嘅反抗，以免招致賊人襲擊而受傷。盡量記低匪徒嘅外表與特徵，同埋佢嘅逃走路線，之後喺安全嘅情況下報警。咁我都呼籲大家就唔好賭咁多啦。啊，賭錢害死人啊！今日冇乜讲啊，听日先揾啲得意嘢俾你哋啊，好唔好？本身今日猪做嘅，不过临时
七點幾先叫我錄音喎，而家講頭講命啊，我要交稿啦。大家記得撳 like 睇廣告，建設性留言、社交媒體 share、訂閱我哋頻道、月費贊助、Facebook like、有咩多啲留言啊？好少咗留言啊，多啲留言俾我，鼓勵又好，傾下新聞又好，我哋傾下偈啊嘛，當好冇？多謝大家，拜拜。